都曾化作华为手机，脸书上满着点点积极，哪知一个不小心户口被关闭。我那可怜的老爹妈，很亲密怕生迷过后，他在这个钢板里活得很压抑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悄悄地洗下眼眶带他去金马仑。 MCO1 慌慌张张，不管生活为何这样，难道说我的生活就在青龙中多可怕时光。 MCO1反正生活就是这样，不瞒你说，拒绝的你，但是失去我想要的自由。过去一切的努力，却也不再合理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政府都是王八蛋，害得人民好惨。CMCO 四处游荡，为何真话会是这样？难道说放弃工作就是这样浪费宝贵时光？ FNCO 不慌不忙，反正生活就是这样，无奈地说，淡淡的忍耐，好期待找到想要的自由。我不想这样过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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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这样过错。一年期哦，平心吊胆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生活就在黄铜镇度过的时光？生活就是这样，无奈地说，但带你无奈，好期待找回想要的自由。万一无常突如其来，人生还有意思吗？